优频道悠哉悠哉在九点，星期一我们回家吧，住得好。现在工作有些时候我回趟家都蛮不容易的。星期二二代知多少？如果是这个家庭给你的东西，你最想传给下一代的是什么？旅地自由行，乐逍遥。我身为观光客，没有理由不在这里拍照，马上自拍一张。星期三。Go Go 台湾多奇妙，直接吃吗？对，直接吃。我们在田里都是这样子。好多人。星期四，世界独特社区哪里找？蓝屋就是香港社区的范本。星期五，台湾1001个故事，味道好。它是古早味啊，然后是咸咸甜甜的，菜色有在变化。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。优频道，悠哉悠哉在九点。